菇。高高。嗨，我是老娃。喵喵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吃全家出的，完了不会念。Mumbana。巧克力系列，我上网查了一下呢，它是巧克力牌子里面等级很高高的，然后很多米其林餐厅的御用的巧克力的牌子，因为好事多有卖这个的巧克力粉，大家都很喜欢，被誉为好事多神级巧克力哦。在这个同时呢，全联的 Hershey's 又卷土重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在 IG 投票问观众比较想要看哪一个，因为我明天要出国玩。大家都选这个，你们很期待，因为觉得终于不是 Hershey 了。期待没有很高。哦，好吧，你拜拜啊。然后社团的人都说全联的这一次的 Hershey 很好吃。那我自己去买来吃。听说泡芙改版变超强。还是我们改拍全联。好，这集就到这边。我们现在喝他这次出的热巧克力。它有什么特别的包装吗？哦，就这样。还是热的吗？还是热的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感觉很像他们平常普通的版本啊。我觉得蛮稀的，这杯要75块 ，CP 值有点低。上次四月份有出一个跟谁联名的巧克力哦，口袋吧，那个我就觉得很好喝。你知道米克夏法芙那巧克力鲜奶只要65，浓100倍，再见。哦，今天的评审团呢，我们请回了土八怪与他的同伴们，海底生物。他叫做升旗 ，A.K.A. 12:30。王仙妮，升旗同学，就降旗吧。我们会被黄标吗？不会吧，这种程度。YouTube 懂吗？这是腮红吗？是。他的腮黑，巧克力起司三明治。便利商店是不是没有出过这种巧克力口味的？没有，只有蓝莓的。看起来是蛮好吃的。皮它中间的没有很起司，我觉得比较像奶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那个起司的比例太突出了，所以吃下去的时候是会觉得它在吃乳酪三明治，然后巧克力的部分很少，然后它的巧克力算是大人的苦甜苦甜的，但是它的尾韵是会酸的那种巧克力。整体来说，它的酱给的蛮多的，但有合格。就是巧克力味太淡了，不要把它当巧克力吐司就还好。那要把它当什么？起司吐司。哇，好幽默。这是什么？晴天娃娃。升旗的时候用到卫生纸。你不要害我的频道被黄标好不好？晴天娃娃就晴天娃娃，巧克力吐司我们派出这个。法国面包同学的是五条尾，他像逞凶斗狠的黑帮老大。冲海螺烟，法式巧克力薄饼，这个要45块，还送小杯乐美式哦，有 Hershey 的味道。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巧克力味很重的点心出来哦。哎呦，它的皮好干哦。它里面有三层，第一层是巧克力慕斯，中间是巧克力海绵蛋糕，最下面是巧克力本人的薄片，咬下去会这样咔这样。这个整体巧克力的浓郁度比刚刚我们那两个吃都还要浓，但是它太干了，所以还要送乐美式啊。你觉得这个牌子巧克力有比 Hershey 好吗？好像没有哎，我觉得 Hershey 的味道比较浓一点。它应该是那种远古生物，那种在海底最深处的那种芋头酥给的粉组织。在海里面就没有力气，它吃东西很少，所以它体力不够，它讲不出话。真的危机。接下来是双麒麟的部分，我们刚刚把它冰到冷冻库有点硬，然后现在退冰退好了。双麒麟比较容易表现巧克力很浓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如果这个不好吃的话，就下面都不用吃了。对，有重啊，就是它没有做的很浓郁，可是是吃出来这款巧克力味道是高级感，它调的不会很甜，虽然没有很浓，它好像真的是土味比较明显的。应该是蛮耐吃的，合格有合格。接下来请到我们的大佬，从八怪鱼的部分，巧克力双麒麟，我八呢6分，喵喵专家的部分，
巧克力泡芙哦。最怕我们就请妙妙来讲解脆皮系列的，上面会加很像饼干的东西，那它的泡芙皮跟原本的版本看起来没什么两样。你再讲一次啊，帮我掉在挖鼻孔。下面的皮摸起来也就是有点软软烂烂的，里面是巧克力酱，那巧克力酱里面有加一些糖，咬起来有点刷刷的感觉，还不错。但是巧克力的香气也没有很重。这个皮好厉害哦，颠覆以前的皮耶！它是不是偷偷加了花生？它的酱也没有算是特别突出啦，那整个均衡感还算 OK。它没有把重点摆在巧克力，它摆在泡芙皮的部分。泡芙的部分，我们请到了蟹老板的女儿珍珍来评分哦。巧克力泡芙的分数是巧克力双层杯子蛋糕。到底有谁会喜欢吃杯子蛋糕啊？原来是这样子哦。看起来蛮厉害的，吃他屁股。不敢吃屁股，吃屁股，不敢吃屁股。你不要掉到他们身上。刚开始吃下去的会觉得很干好烦，但是我发现它的蛋糕体是很黏密的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干，是不是把它丢到这里面配会蛮好的？哇，看起来好恶心哦！这个杯子蛋糕打的超赞，整个变米其林料理。你有喊吗？你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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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米其林？我根本就是江正成。如果单就这个巧克力杯子蛋糕哦，我是觉得双层这样子配的还不错。它就是两种，一种是不浓的海绵蛋糕，一个是超浓的海绵蛋糕，这样搭配起来觉得还不错。套丢同学，长舌妇，Last door， 这是甜甜圈哦。我听人家讲这个很难吃，它中间有一个洞哎，洞里面有一坨黑黑的，而且超人这样吃的啦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巧克力果酱。哇，它中间的料好像算蛮多的。这个果酱的形态好奇怪哦。它把它弄成巧克力卡士达的感觉，有点像麻吉。这很像全年的面包会出现的酱。这个我不行哎。网友说的是对的。嘎吉，很恐怖的格纹巧克力面包。师傅，贝贝不要的。你是猪，什么都吃。总结这次的 Moon Banana 巧克力系列没什么特别的，早知道今天就拍贺喜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你在干嘛？修理刷汤刷门，修理玻璃，换刷汤换玻璃。